人间四月芳菲尽，山寺桃花始盛开。造成大林寺桃花一诗中景观差异的原因是 A 季节差异， B 地形差异。开始。正确答案 B 地形差异。我们来看一下各位答题情况。全部正确。这道题目它有一个小的陷阱，就是它有两个景观的不同，但其实时间是一样。张杰老师，最基本的原因就是说，我们大家都知道，大气的温度每上升100米，它会下降0.6度，也就是说，那么这样的话呢，在同样的纬度的情况下，越是山上越凉，高的地方，所以春天来了，山下温度已经升高了，可是山上还没升高，所以开花在同样到这个季节的时候，山上的花要开得比平原更晚，这就是它的原因。地形差异，高处是盛开。李老师，哎，你别说这个情绪差异说得很有道理嘞，这个谁写的？白居易写的，他正贬了这个地方做江州司马，但是你看，对他这个都是。就同是天涯沦落人嘛，但是他文人就是这样，内心非常强大，可能现实中遭遇了一些坎坷，但他迅速能调节自己，啊，所以他看到大林寺桃花，你看他又是另外一种面貌。中国的古人心灵的强大，很多时候也是来自于自然力量给他们的感染。对对对，他们总是愿意从大自然中去吸取那种力量，调整自己的心态。自然给他们归宿，也给他们支撑。